兄弟们，你们要看你鳄龟二进攻来了，童哥这回肯定不管的了，让他俩打吧。上回二哈没打过他，依我去，咱家二哈率先发起了控制，就是一顿啃呐，就咬腿呐。不过这鳄龟今天咋的了？他咋飘起来了呢？咋不沉底儿了呢？你这把屁股留给人家了，你二哈还不捣鼓死你？这啃的呀！不过屯哥答应兄弟们了，我这会儿啥我也不管了，你们俩打吧，谁赢算谁的。给你怂的，你瞅你喷的水，我的彩排呀！幸亏屯哥用的是极印智能彩排，不但防潮防溅水，而且 WiFi 手机控制、一百组定时、六路读控、电量统计，功能齐全，效果杠杠的。你这回咋这怂呢？啊，就知道泼冷水，那你输了吧，我不管你了。